嗨，网友们，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彭于晏。那你这次在《乘风破浪》中饰演邓超的老爸吗？演他的老爸感觉怎么样？很好啊，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个爸爸嘛，那我也蛮觉得很有意思。导演找我演这个角色是演他的父亲，有一个这么好玩的儿子，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而且在拍的时候，超哥是属于一个非常活泼、能量很高的一个状态，所以那自己本身我跟他在对戏的时候也感觉到，他其实我虽然是演父亲嘛，但他自己本身是父亲，我反而在拍的时候我就从他身上偷学一些他平常怎么跟他儿子的一些对话，还有怎么样。跟他老婆的一些那个互动啊，我都在旁边偷看。啊，就是说他儿子有来探班是吗？有，然后他母亲有来探班。有偷学到什么？就一正常的父亲的一个关怀吧，而且一些小动作啊，跟一些眼神吧，那些其实我比较少碰到，所以就有机会都看到就偷学。那等等和小花两个小朋友怎么叫你就叫我叔叔吧。啊？哦，还是会叫哥哥呢。没有，叫叔叔。那戏里面邓超喊你老爸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会笑场吗？不会啊，不会笑场，因为就叫他儿子嘛。而且在戏里面其实不是那么直接的，我们这故事还是有点意思的，所以他不会在戏里面直接叫我老爸。那你好像是有化老年妆是吗？对，当时你看哎，到我自可以己，说这一段吗？可以了。那你看到对，自我己是化了老年看到妆。自己变老的那一段是什么感觉？其实剧本里面本身就是这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才觉得演父亲我有，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老年妆，我怎么去说服自己我比超哥大呢？那观众应该也不会相信嘛。所以这个化妆的这个团队，就是说特殊化妆的团队就帮我化这个老年妆，我很喜欢，而且讨论了好久跟导演，我希望可以更再老一点啊，如果能够可以的话，但其实差距不太大。肯定以前的人的就说20年前、20年后差距比较大，但其实现在来说，20年前、20年后差距不是太大。那看到就是化完妆自己变老的那一刻，会不会有点感慨？会觉得这时间还是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之类的，这种时间会有感慨。觉得其实自己在演像这样的话，自己都会想说，如果我当一个。真的当一个父亲，或者我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但我化了以后，发现我老的样子还真的很像我妈。是吗？对，当然啦，因为我是我妈儿子嘛。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时间是真的过得很快。我们这部戏讲的也有很多东西是在讲时间嘛。那时间你怎么去分配？你可能戏里面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的梦想去追求、追寻那个梦想，但是那个时间花费的同时。忽略到你身边很重要的人，例如家人啊，还有另外一半啊，这个戏里面有讲到很多这个东西。那你理想的状态中，自己老了之后，你希望是什么样的？我希望还是一个健康的样子嘛，然后还是可以很懂得生活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最直接一点的。就懂得生活啊，然后可以很健康，可以还是可以，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底20年后我在做什么，所以如果我还在演戏的话，当然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演了。那我也有一定有经历过很多不同的经验，可以跟我的下一代分享，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那如也有可能不在这一个行业的话，那我就。可能如果能的话，就当然就是到处去看看这个世界，这个我是最喜欢的。那你这次是怎么样接入《乘风破浪》这个剧的？就这个戏的，怎么和韩寒导演达成的这次合作？就韩导他找我想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通过微博叫我的，说你有没有时间，然后说想有个戏想找我，那我就因为之前有联络过，然后我就找他了。然后就这样谈起来，然后就跟我讲说有一个这样的角色，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之前跟他有就是对他的作品或者对他这个人有了解吗？我对他这个人了解，因为我是关注他，
我是先关注他的微博的，几年前我关注了吧，然后，我看过比较多他的短篇的文章，然后电影我也看过，然后才发现原来他跟我同年，对，这是拍的时候才知道。那你本来觉得他应该是比你大是吗？对。对的，哎，那就是他，你接触他之后，跟你想象中的他有什么不一样吗？就，其实他本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相处、很人很好的。就是说他，他蛮会在关怀周遭的人，然后他也知道，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很聪明的，能够观察每一个人，然后他也很清楚自己要的东西，相处起来是非常非常和谐的。然后他会给你一种很，应该说很温柔一种，他韩式的一种气质，就让你觉得你可以放心的这个状态下。不，我说在工作的时候了，那聊天，那你他其实对于每件事情，他有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我非常喜欢和他聊天，然后不管聊什么事情，他都可以聊的，而且他对于什么事情都特别关注，我觉得懂的东西很多很多，然后。跟他聊天，我觉得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跟一些知识的。那您合作过很多导演嘛？然后韩寒是属于作家转导演，你觉得对。他作为导演跟其他导演最大的不同在哪？每一个导演都有他的特色吧，然后我都非常幸运跟每一个导演合作。我觉得韩导的特色就是他，可能是他第二部，但是拍起来觉得他对于很多细节他把控得很精准的，就是他很清楚知道他要什么，然后他在现场是会创作的，给飞页的，然后他对文字也特别的要求，就例如他可能对于这个文字是有画面的，那像如果我可能也许对于那个画面那个文字的画面感没那么强，因为我对文字的那个直接的反应没那么快。所以我通常就会消化比较久，但他是可以，当然他是作家，然后他就希望把那些文字，能够透过这些文字把它表现出来，在这个上面他就要求的特别严格。那听说你在片场是不玩手机，就会坐在一边默默的静静的想，就是你拍每一部戏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谁说的？听片场的，坐在哦，里可边。能那时候只是放空而已吧。就你在现场会揣摩这个角色吗？还是说因为他可能是现场写了些飞页，所以你得就是当场背台词之类的？就每一部戏都把该做的要做，准备好嘛。如果是一个戏，那个现场的台词我没背熟，我就会比较紧张，我就会想把我会的或是不懂的会跟他讨论，然后自己要找可能找超哥或是子健或是丽颖，我们就对戏，把一种感觉对出来。因为其实我们相处时间没有说很长，但可是我们演的情感比较深嘛。就例如我跟子健还有华阳是演兄弟情，假设设定是10年的，从小到大的儿时玩伴到现在，我觉得这些都需要培养的，所以一有空我就会找华阳练咏春，因为他喜欢咏春，他就带我去练赛车，然后他也练我教我一些咬字、普通话发音。就花多点时间跟他们培养情感。超哥也是一有空，导演我们就聚在一起吃饭聊天。那现场当然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状态嘛，就该准备准备。因为还是希望，虽然是有一点比较轻松的那种那个爱情喜剧的感觉，但他其实讲的东西还是蛮沉重的。那你觉得现场就是谁是你们这个剧组最逗、最好玩的人？超哥吧，因为他是要太多梗了，就是他，就是在现场他会准备很多种表演的方式，而且就算不是他表演，他也有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大家很开心嘛，他会买一些烤串啊，请大家吃，然后他还准备火锅，自己吃的同时也会叫上我导演，我们再聚在一起，然后常常我们一起集体的去创作，去想。就有时候特别多笑场了，笑的就会忘记要演什么。有时候也会听到后方，就是说总部那边会听到导演笑得很大声了，那感觉还蛮好的，蛮欢乐的。
那你这次跟赵颖是演一对吧？跟她一对。个情侣，这个默契度如何？挺好的，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因为可能大部分就是他来，我们就要拍几场戏，但是我们这个我演夫妻这个情感其实蛮有意思，就是我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比较热血的青年，什么都不怕，一股脑的去追梦，但是丽颖呢，演就我这角色阿正的老婆，她就是一个比较稳重。那我在他面前就，这个角色在他面前就会特别像是一个小孩，然后他就会照顾你这种感觉。我现场其实导演在把控这个演一个说认识20年的夫妻怎么演这个，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就一般你看到的那些互动是他不要的，他那种老夫老妻的。那我老夫老妻没经验，我就问导演，导演您演一遍吧。但导演每次在现场的时候都拿我来演，我说你应该找演我的角色跟丽颖演，但他每次都叫演我的角色，然后我就要演丽颖，这个是蛮有意思的。那韩寒说找你演这个角色，其实是看中你身上幽默感。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就是幽默的人吗？我不知道你觉得我幽默吗？我觉得我还好。我也觉得还好。对。所以导演应该是有发掘你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你有跟他聊过吗？聊过说为什么找我演这个角色的幽默，可能他看了我，他非常喜欢我的一部电影叫做《翻滚吧，阿信》，他是看了那部电影以后，他觉得这种小镇青年原来我也可以演，他希望我有那种感觉在这部电影里面。那毕竟那部电影是比较早一点，几年前演的嘛，5年前了吧，6年前，5、6年前演的。那现在肯定有不同感觉了。其实剧本本身的时候看的时候就有一些幽默的元素在里面，反而他希望我们在演的时候是很真实，就是说不要刻意去夸张，就是他希望你很直接的把台词默默的讲出来，静静的说，就有一种就是说很正经的在。乱讲的那种感觉，他很喜欢这种冷式的，他的幽默感吧。然后我们就去达到那个要求。我觉得也我看拍的时候其实就蛮多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后来我看了访问不那个配音之后，我觉得就真的还蛮多有意思的点，就蛮好笑的。那个力量还蛮强的。那你最近在微博也很火嘛？就是你的妈妈就是上微博热搜的时对候，啊，国民好婆像是。婆，对对她对，知道这个事儿吗？他知道，他知道，因为他找你，不理他啊，要不要先回他一下？不用啊，就因为我就有空拍完戏就最开心是可以跟家人度假嘛，然后每一年都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就大家有发现，而且蛮有意思，因为我妈比较低调，不太想被发现，就但还是上了热搜，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啊，通常上热搜很难嘛。我拍那么多年戏也没上几次，他就上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该帮我妈开个直播，这样我就不用那么辛苦拍戏当他发现自己有这么多儿媳妇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了。啊？他有发现，吗？对呀，国民婆婆嘛，都是儿哦，媳妇。那他可能没有在看那个吧？我会跟他说这件事，不会，那大家就好玩嘛，因为网友都有的就也很可爱，然后他们会。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分享一些我的，以前我比较就不太愿意分享这个隐私的部分，但后来现在可能就没有东西可以分享了，所以就说我也想要就是说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嘛，就是说除了拍戏之外的我，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记录在我自己的一个空间里面，那我也想记录一下我妈妈。出去玩的样子，这样，所以就有时候就拍拍他，因为总拍我不喜欢拍我自己嘛，我觉得很傻拍自己，所以我就看一些粉丝他们想说，哎，就有时候就没有更新，他们会觉得很奇怪，那我就说好，公司也说你要记录一些事情嘛，那有时候拍一些东西又太文艺，我就拍一下我妈，就没想到反响那么好，就觉得蛮好玩的。那最近胡歌被催婚，又把你拖出来当那个挡箭牌，你有跟他私底下聊过这事儿吗？没有，我们怎么会聊这个？
很少没有聊这个，那所以，所以你作为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对，我是他最后一道防线，对呀，所以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就不急嘛，他说我都还没那个，他也不急，那我也不急了，他应该先吧，毕竟戏里面他是我的六哥嘛，以前我们一起拍戏，杨家将他是六哥，我是七弟嘛，所以我就期待六哥去参加他的这个 wedding。所以你觉得你会比他还要晚是吗？这种很难说，就顺其自然就行了。所以知道有个词儿叫澎湖湾吗？澎湖湾，我听说，听说，对对对，能接受这词吗？可以啊。澎湖湾是外婆澎湖湾吗？当然不是啦，你在装傻。那不然是哪个澎就湖是彭于晏和胡歌，那个湾就不用解释湾呢？哦，了。嗯，所有以，意思。所以现在知道这个解释之后，还能接受吗？嗯，没事啊。不能接受还是会有人说啊，所以只是放不用每件事情都要有一个想法嘛，就大家开心就可以了。好，谢谢。谢谢。